接下来这首歌是高音大带来的 Bring Me The Night。 那个这首歌的作者创作者是三叔宇，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网络创作歌手。那他是新加坡裔的美国人，我想他的歌应该大家是多少都有听过，他真的是改编了非常多有名的歌。那我们现在就欢迎高音大叔带来这首《Bring Me The Night》。下一首可惜没如果，请到舞台的左边准备。
谢。